Hello， 你想不想发挥天赋，实现梦想呢？欢迎收看梦想 DNA 2.0 Dreams Now Action， 史上最简单有效的梦想实现工具。我是严喜轩，谢谢大家对第一版的热烈回响与分享，加上我到处去讲这堂梦想课，有了更多的案例。一年多来，我一直在升级改版，现在更强大的 2.0 版即将要与你分享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我们都有梦想，但实现的人毕竟是少数。经过人们几百年的研究，能否实现梦想的关键有几个。一是充满热情的梦想，一个让你真的很有兴趣的目标，你想解决的问题，你想看到的未来。二是要充分发挥你闪闪发亮的优势，包括你的才华、性格特质以及各种资源，帮助你事半功倍，不要让你的天赋才华睡着了，让我帮助你找出来，发挥出来。三是要结合团队的力量，你的家人或你的同事、老板或是创业伙伴都是你能一起合作的团队，要知道团结真的力量大。四是从三个圈的交集明确你的核心梦想，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实现什么样的事。五则是要逐梦踏实，也就是为你的梦想做可行的规划与行动。来吧，上帝创造你我如此独特，他把热情与才华放进我们的 DNA 里面，就是要我们去发挥生命，去彼此相爱，用一个个精彩的梦想改善世界。